聚焦今日时事，纵观美国资讯，欢迎收看本期《今日美国》，我是主持人新农。今天是5月16日，下面请看详细报道。5月16日，加州南部城县警方透露，日前在该县一座教堂开枪行凶的男子并非当地居民，而是来自内华达州拉斯维加斯。城县警方当天通报称，该案凶嫌名叫周大卫，现年68岁。从名字看，此人是华裔。5月15日下午1:30左右，周大卫在城县巴古纳伍兹市的日内瓦长老教会开枪，当场打死一名男子，并打伤5人。这是上个周末全美多起枪击案之一。警方透露，所有的受害者都是成年人。周大卫行凶后被参加当天礼拜活动的人当场制服。警员们接到报告，赶到现场时，发现参加礼拜的信众们已经把凶嫌五花大绑起来。城县警方发言人布劳恩介绍说，大约有30人目睹了这起暴力事件。布劳恩说，案发教堂里的大多数人都来自台湾，他们当时正在参加一场午餐会。警方称赞那些制服凶嫌的信众展现出了极度的英雄主义和勇敢，毫无疑问地制止了更大的伤亡。有消息称，凶嫌周大卫和被害者都是台湾人，案发地点是一所华人教堂。据猜测，凶嫌与受害者可能有仇。布劳恩说，调查人员正在考虑许多因素，包括这起枪击事件有可能是仇恨犯罪，以及案发教堂里的教友是否认识枪手。拉古纳伍兹是一个约有16000人口的滨海小城，位于洛杉矶市区东南50英里处。1960年代，这里本来是一座庞大社区，后来变成了一座城市。该市大多数居民都是老年人，其中超过80%的居民年龄都在65岁以上。5月16日，纽约州水牛城警方透露，2天前血洗该市一家超市的枪手，原计划行凶后继续沿街扫射，造成更多伤亡。当天早上，水牛城警察局局长约瑟夫接受美国广播公司电视台《早安美国》节目采访时透露说，看上去枪手的计划是开车离开这里，一边沿街开出去，一边继续寻找非裔民众开枪射杀，并且有可能前往另一家商店。5月14日，18岁的白人男子根德龙驾车数小时从外地赶到水牛城。下午2:30左右，他全副武装到当地非裔居民较多的超市，一下车就大开杀戒，先在超市外面射杀3人，接着进入超市继续射击，总共造成10人死亡、3人受伤。警察赶到现场后，根德龙曾试图自杀，但被警方劝阻，束手就擒。根德龙行凶时还在现场直播杀人经过，从视频中可以看到，他还向中弹倒在地上的人开枪补射，画面十分血腥。由于根德龙以非裔民众为射杀目标，13名死伤者中有11人是非裔，警方已经开始寻仇恨犯罪的方向调查此案。此外，联邦调查局也介入了调查。根德龙作案使用的步枪是在纽约州合法购买的，而他随身携带了多个30发子弹的大容量弹夹，这在纽约州是非法的。另外，现场还发现了一支打猎用的步枪和一支散弹枪。根德龙被捕当晚首次在水牛城法庭过堂，目前被羁押在埃利县监狱。5月16日，国会共和党众议员切尼针对纽约州水牛城前2天发生的10死3伤枪击惨案公开呼吁其他共和党人反对白人至上主义。切尼当天在推特上写道，众议院共和党领导层让白人民族主义、白人至上主义和反犹太主义成为可能。切尼一直对前总统特朗普及其国会盟友纵容白人至上主义的言行持批判态度。他还写道，历史告诉我们，言行会演变成更糟糕的事情，共和党领导人必须谴责并拒绝这些观点以及持有这些观点的人。路透社的报道指出，5月14日的枪击事件可能给共和党人带来新的障碍，因为在11月8日的中期选举即将到来之际，共和党人正试图减少党内围绕特朗普忠诚度的内讧。水牛城枪击案发生后，网上流传着枪手根德龙发布的一份长达180页的宣言，其中概述了大替代理论，这是一种种族主义阴谋论，认为在美国和世界其他地方，白人正在被少数族裔取代。作为正在调查去年1月6日国会暴乱真相的国会众议院特别委员会中仅有的2名共和党人，
切尼和金辛格都把矛头指向了。切尼和金辛格都把矛头指向了共和党领导层，因为他们没有在水牛城枪击案发生后谴责引发这起悲剧的种族主义。在这次袭击中，13名中弹者中有11人是非裔。5月15日，金辛格在一条推文中写道：“这是我的大替代理论，我们需要替换。”他指的是众议院共和党3号人物斯蒂芬尼克、众议院共和党领袖麦卡锡，以及特朗普的铁杆支持者格林和考索恩。金辛格还写道，他们推行容忍的大替代理论正在导致人们死亡。切尼和金辛格坚持认为，共和党试图在中期选举中夺回众议院控制权之际，其领导人正在迎合特朗普的盟友和支持白人民族主义的支持者。5月16日凌晨，北卡罗来纳州温斯顿塞勒姆警方通报称，5月15日晚上，当地发生了连环枪击事件，共有7人受伤。这是刚刚过去的周末全美多地发生的血腥枪击案中最新的一起。上个周末，纽约州水牛城一家超市，南加州呈现一座华人教堂，威斯康星州、密尔沃基、芝加哥等地发生了一连串有人死亡的枪击事件。据温斯顿塞勒姆警方通报，5月15日夜间，当地多个地点发生了有关联的枪击案。警方已对这一系列案件展开调查，初步认为这并非随机发生的暴力事件。据当地媒体报道，5月15日晚上7点多，警察首先前往当地公园附近，因为当时发生了激烈枪击，至少留下50多个弹壳。在那之后，警方在附近公路上发现了2名受害者，他们头部、脸部都受了伤，但没有生命危险。警方认为他们是在开车时被人从路边开枪击中的。就在协助这2个人之际，警方又接到了报告，被告知附近还有4名枪击受害者，第7名受害者是在送到医院后才被发现中弹的，他受伤的地点也是在那附近。5月16日，美联社报道称，婴儿配方奶粉生产商雅培已经与联邦政府监管部门达成一致，决定重启之前停产的工厂生产线。2月份，该工厂停产，明显加剧了全美的奶粉荒。拜登政府当天宣布，他将放松奶粉进口管制，允许更多来自海外的供应。近期，全美奶粉严重缺货，急坏了奶爸奶妈们，也给拜登政府带来了很大压力。5月13日，白宫宣布一系列措施后，从周末开始向奶粉生产商和零售、运输等商家提供支持，并与各大制造商协商推进生产，敦促原料生产商保证供应。今年2月，全美最大奶粉生产商雅培位于密西根州的一家工厂被监管机构关停，导致原本就因为供应链出现瓶颈而缺货的奶粉供应更加紧张，大批商家不得不采取限购措施。该工厂之所以停产，是因为全美报告了4起婴儿服用该厂奶粉导致严重感染的事件，其中2起导致婴儿死亡。之后，雅培宣布自愿召回出问题的婴儿配方奶粉。该工厂被关停后，联邦食品和药物管理局花了6周时间进行检查，并在3月份提出了一系列整改措施。不过，雅培强调，他的产品与婴儿感染不存在直接联系。该公司多次放话，只要 FDA 批准，该工厂就可以恢复生产。由于 Omicron 变种导致全美新冠感染病例激增，突破性感染病例也呈直线上升趋势。不过，2项最新研究发现，接种新冠疫苗后又通过感染新冠病毒获得自然免疫力，可能比接种新冠疫苗加强剂的免疫效果更强。其中一项研究是由新冠疫苗制造商生物科技进行的，第二项研究由华盛顿大学与总部位于旧金山的生物技术合作进行。这2项研究都根据疫苗接种和感染情况调查了不同人群的免疫反应。生物科技在研究中观察到，那些在接种新冠疫苗后感染了 Omicron 的个体，比已经接种新冠疫苗加强剂但未感染病毒的个体产生了更强大的免疫 B 细胞反应。B 细胞是获得性免疫应答的关键组成部分。华盛顿大学的研究把接种新冠疫苗后感染 Delta 或 Omicron 变种的个体血样样本与先感染病毒后接种疫苗的人、接种过疫苗但从未感染病毒的人以及感染病毒后从未接种疫苗的人的血液样本进行了比较。研究发现，
接种疫苗后感染奥密克戎变种的个体所产生的抗体，形成了对新冠病毒其他变种的强大防御。未接种疫苗感染奥密克戎者则没有产生同样强大的免疫反应。不过，研究也发现，无论保护措施多么强大，任何一种保护措施的功效都只能维持一段时间。疫苗和自然感染提供的保护都会在几个月后逐渐减弱。针对这一点，联邦疾控中心上周更新了新冠疫苗接种指南，旨在为秋季可能出现的新一波新冠疫情高峰做好准备。新指南建议，过去3个月曾感染新冠病毒的符合条件的人群，应该考虑推迟接种下一剂疫苗。CDC 说，那些不愿意在很短时间内打第二针加强剂的人，应该耐心等待。第二针加强剂可能在2022年秋季更重要，或等到未来针对其他新变种的新疫苗可用时。目前，全美50岁及其以上成年人、12岁以上免疫功能低下者以及接种过2剂强生新冠疫苗的人，都有资格接种第二针加强剂。5月15日，美国首席传染病专家福奇告诉媒体，如果特朗普在2024年再次当选总统，他将辞去总统的首席医疗顾问一职。他补充说，特朗普政府应对新冠疫情的表现相当不理想。福奇当天接受有线电视新闻网采访时，就特朗普政府的抗疫表现坦诚地表达了自己的想法。当被问及会不会再次在特朗普手下工作时，他回答说不会。福奇补充说，如果你看看特朗普政府应对疫情的历史，我认为充其量也就是这不是最佳应对方式，历史会证明这一点。截至目前，特朗普虽然还没有公开宣布他将参加2024年的总统选举，但已经多次暗示他会这样做。作为国家过敏和传染病研究所所长，福奇曾多次抵制特朗普有关新冠疫情的言论和防疫政策，例如反对特朗普推广强氯喹作为新冠感染的潜在治疗药物。他敦促政府实施较严格的防疫措施后，成了保守派阵营攻击的目标。拜登上台后，福奇担任了白宫首席医疗顾问。对此，福奇曾公开说，他在新政府工作让他感觉宽慰。2021年1月，福奇在一次白宫新闻发布会上说，我可以告诉你们，我一点也不喜欢与总统意见不合的情况，所以当你感觉不妥却不能说，担心这样做会有后果时，这非常糟糕。他还说，你现在可以站在这里谈论你所知道的以及证据和科学是什么，仅此而已，让科学说话，这是一种解放的感觉。以上就是今天今日美国的全部内容，我是新农，感谢大家的收看，咱们明天再见。